上会火就会火，会火的小伙伴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。六六六六六六六。这个问题由 Into One 作为腾讯冬奥报道全武大使，先用播音腔的方式来说一下拿到这个开头的人。交给刘宇吧。对，我们交给刘宇。非常荣幸 Into One 可以成为什么来着？完了。来，腾讯冬奥报道喝彩，腾讯报道学武，腾讯冬奥报道冬。我们让普通话很好的家园来说了，字正腔圆。好的，棒！非常荣幸我们能成为腾讯冬奥报道学武大使。哇！各位最喜欢的一项冬奥项目是什么？单板滑雪。花花。嗯。花花。冰舞。花花。冰舞是花花吗？对。冰舞。冰壶。冰壶。我就是单板滑雪。速滑。打雪仗。雪河大战吗？雪河大战。嗯，你喜欢啥？我喜欢单板滑雪。嗯啊，那就是你没有体验过这个项目吗？有，体验过。我最近拿了一个超新星的，他说几遍了呀？冰壶大赛的冠军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意思，好意思。胆子大一些，穿得厚一些，要有自信。妮卡觉得呢？帅一点，帅一点。还有呢？没有，还有，只帅一点。开心吧，开心一点，按卷第一。哎，对。或许你们知道冬奥的吉祥物叫什么？冰墩墩。那假设他会说话的话，你觉得他会说什么？冰墩墩。你俩握个手吧，握手吧。啊，你好 ，Into One。啊，你好，再见 ，Into One。然后我们这里有几个冰雪项目。嗯、哇！玩过的举手好吧。没有。哇、啊！这是假狗吗？是真的。嗯、啊。狗狗不冷吗？真狗。真狗。冰上自行车？这玩过举手吧？真的吗？你玩过？啊！噎死人了！终于有一个可以握几手的项目了。这啥呀？这个是？这什么看不清？用双手杵的是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在北京玩过。原来这么多好玩的。哎，这看起来好好玩。这个玩过，但是我没有在雪上玩过。对，我还玩过那种水上的那种呢。哦，对，水上，然后在那个球里面转。雪和大雪。雪摩托 ，no， 摩托赛 ，no， 大家好想玩。我们是坐在后面。当然。那你们觉得在雪场或冰场上面，怎么穿又好看又帅气？就是外面穿的好看一点，里面多穿一点。对。保暖内衣。保暖内衣。刘宇今天怎么了？今天是不是有幽默感？保暖内衣要多穿。就是可能在里面可以穿一个 T 恤、毛衣，然后就一个夹克，然后就羽绒服那种，就是。对，就是多多穿一点。就是你今天的穿法。对，就是今天的穿法。秋裤也必须吧。秋裤。秋裤。搭配颜色也很重要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是黑色和金色。会火的颜色也很好看。对啊，红色、黄、橘色。然后，那就是前段时间了，你们都走过几次红毯，然后呢，每次走的时候都会拿东西，拿着说那个道具是你的招商位。希望各位老板们就是多多投过来我们的红毯啊！真要干这事吗？对吧？主要是关注新歌。对的，谢谢大家。你们有看歌手网上有很多的优麦推荐？没有，你看过吗？没看过，对不起。我觉得太多了，刷不过来。那你们觉得你们的优麦比重和帅气比重的一个？我觉得表演的笑声都能占50%。因为我们团大家都是比较大嗓门嘛，所以我觉得好笑应该会多一些吧。是的，那米卡觉得呢？ Oh my god， 不知道我觉得什么，对不起。怎么了呢？我要动 Q 的时候。救救我！刘宇，超市那个运动会上面嘛，大家都说你被叫去加班。所以，如果你自己下班的时候突然临时有事情要去工作，你会怎么样？那一定很烦恼吧？那真的是林墨今天的心情了吧？哎呦，啥林墨？平常他很活跃的，会火的采访林墨一般都是活跃的不得了。那今天怎么回事？
没到我的话口。不是，不是，就是，不是，谁说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人吓到，但他总被吓到。我们录那个点睛的舞蹈版的时候，我们从地下水那红色的绳子，我就说我现在我手里有个东西，然后你必须要接住，他不敢接。对呀，他们已经知道我不喜欢接那种东西。Surprise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什么都怕，什么都怕，对的，说实话什么都怕吧，不喜欢。米卡最想跟赛队的其他哪位成员互换发型？互换发型，互换。我觉得比我长都可以，所以所有人的头发我觉得很好看。你知道互换的意思吗？就是如果你 Shane， 他也要用你的发型。哦，他也要我的，那留一把。试一次，试一下，我们过年给大家个惊喜吧。对啊，有，等一下还有不是单人的问题。刘宇恒。哦，认出谁模仿他？哦，都是在模仿你。应该是刘宇的吧？听一下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我们太派是吧？是吗？因为他也有泰国口音呢。在模仿你啊。这个答案是我没想到的。怎么这样呢？是什么？对，还可以这样。整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刘宇宝。但是好像有两个人呢，像博远。对对，很像博。对，还可以这样。整蛊是什么？博远吧。博远还是刘宇呢？刘宇和博远啊，不是吗？哎呦，你好聪明哦。什么意思？这些不是我吗？你哟。对啊，是你吧？我想象自己的动作了，什么意思？米卡模仿一下，米卡模仿一下，米卡模仿一下，模仿小九。我说很多，所以说。米卡模仿一下，奈奈。给我一个。你要模仿我，就这个。你要模仿我，你要模仿我。行行行，放。OK， 放个。他不要。我叫一个，就是 Sorry。Sorry。这儿呢？到你话口了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像的，对。小九，我记得他有几个特别好，就是他那天我问他，你就直接模仿吧，可以不要走，可以不要这个过程吗？玉米爆，对对对。下一个，给我到你了。怎么又到？我可能就还好吧，但是只是说他们给我有时候跟我聊天，我能接得了话，可能这点就是比较聪明吧。那就是会经常找就是亲戚给你发红包吗？我不会找亲戚发红包，但是我家里面口袋开得特别，他要把亲戚，我们家亲戚开户都是直接悄悄咪咪的背着我妈的视线，然后把钱塞给我，然后就这样。这么好吗？哎，拿到去。别别别别。哎，别别别别，我是你舅舅李龙东，别别别，就是这样。谁说？啊，哇，他刚才点了那个脆皮五花肉，吃完了吗？吃完了吗？还有两块吧。脆皮啊，不叫我。好脆，没人跟我说要吃，还没吃。我一个人在那吃可嗨了，待会儿点，待会儿点。跨年那天我其实点多了，说实话就像那种聚会一样，就去每个人点一点什么。我点了水果，你们就不要点水果了。然后我想想可能得点点烧烤，刚想发他来一句，我点了一些烧烤，我想让他点了肉，我就点蔬菜吧。结果那个桌子我忘了刘宇也点了东西，然后那个桌子扑他一大桌。那天我也点了，那天我去吃炒肝的时候，我把没有吃完的炒肝打包回去了，然后经过了冬天的这个加工，那个跟个果冻一样。冷了的炒肝真的是一道黑暗料理。对，成功打出了个人标签。穿现在就不来，我们带了这个。这个要夹头皮罩。夹头皮罩是什么东西？哇哦，可以。哇，这么那个，手要放在这儿。好好笑。每天都锻炼。哎，我第一次看这么立体的表情包，还会转。练习，练习。带着吧，带着吧，带着，带着。
不问问题吗？没了，送你一个礼物。新年快乐，祝你 Happy New Year。下一个，太太。好。你看好雷子好好好，下次你们把派派所有的采访剪下来，每一句都是好好好，交给你们了。是经常被 Q 被主持，我感觉每一个采访就是来问了，最近有背什么新的古诗吗？这样吧，新的一年你拿一本唐诗三百首，然后你就放在那儿，每天一首背下来。行，然后我要每天要找刘宇哥，然后就跟刘宇哥来检查。让你来听写。刘宇哥哥，你可以帮我检查一下吗？这个是标准还是不标准？标准。你说的很标准的。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你个表情包，你现在说啥都透露出一种尴尬。你生活看起来很失望的。下一个就可以，即便在寒冷的冬天，也要穿那个老头背心，是吗？对。哇，要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今天也穿着了吗？真的，哇，你真穿了。就会穿它作为打底，这个就比较就是会贴着身体保暖一点。所以其实在冬天它还是可以起到保暖作用。你知道这有没有加绒的老背心？不知道，老头的不知道有吗？把你的老头背心安利给其他不经常穿的一位成员。我觉得大家都会穿。林墨不怎么穿，林墨不怎么穿，黑也不怎么穿。我以前穿过一次，特别像那种营养不良的。哦，我经常让远哥教我说粤语，因为就是有很多人 Q 我去说粤语，但我其实并不会说粤语，但是远哥会一点点，所以他就会教我。嗯、就是 Cantonese。要顶顶顶顶顶顶顶。好像泰语。这最近的这个延续了比较长的时间，我觉得。谁啊？林墨，他俩在交棒，就是要么是你，要么是我这种，对不对？欺负谁？林墨现在的表情，很想给你加一个很圆。谢谢。怎么还有一个？那也给我吧。真是，莫名其妙生日了。哦，对。哦。那个从派派开始啊，这个点菜系统取消，因为太忙了，我全部改成送礼物了，没时间做了。对，全部改成送礼物，已经给你买了。你们俩生日还挺近，就隔了一天。知道他第六名，我第八名，他第六号，我八号。哦，我再送你一个吧。哦，哇哦，对。真说不上来有什么最多的问题。你背古诗背多少？说明我们的采访还不够多。我发现来采访的老师，他们都会看我们其他的采访，然后从其他的采访里面又抓一个问题来反驳我们，对吧？这样的感觉。当然。老师有做功课，非常棒。然后我们就还有一些环节，但我们就是有一些青蛙。有一些青蛙？要吃吗？